可以。他地府慢。防御了。别防御啊。冰川强出化身，他也受不了了。还来。还来。妈的，把我死吓吓出来了。OK， 他怎么破局？这次的话，他是封神，好像控制神木。那这次的话，这次咱都化身去吧，好吧，队长了啊，死亡之约挂在队长，然后普陀你，你给我来一个唾血狂攻队长，诅咒给队长，剩下全跟队长啊。然后你那个宝宝保护你自己吧，这把，或者顶药也行，给你顶药吧，攒住了。他敌不过一般点咱们的可能性应该不大。那说实话，咱这把不让着他了，小白兄啊，没必要了，都是朋朋友友，谁让谁呀，来撸他就行了、啊。行，不让着。左边快啊！这把缺一个小叶啊！我想说，对面哪个队伍呀？对面哪个队伍？我也想想，等我想想，那是哪个队伍来的？对面叫什么来的？一万七啊，五千四，我也忘了是哪儿了。臭鱼烂虾，臭鱼烂虾。五千四，六千四，六千六，七千六，八千五，九千五，一万零三百，死了。这边该见神佑，神佑的第一手，明显给女儿村。他开场是不是女儿村快呀？快说。是。那他下一把女儿村必死好了。闪现快出！我只能说你是，你要说问我对面是哪个队伍的话，你这梦幻白玩了。哎呀，月下泥塘泪啊，再也难连。这说实话真的不太熟悉。玄梦幻星第一星界的队伍，你来一个你不知道的一个队伍。地府你自己开死亡挂女儿村啊。然后这把的话，李哥你直接打野兽，化生你能凝滞对面的月下泥塘泪。小叶直接摇他。然后普陀的话，你直接这把，你给我你起状态吧，好吧，我出虚弥了啊。你大死亡最好这把撞他一下子啊，撞女儿村破那什么去，听了吗？啊，我顶药了，没时间了。行吧，这大唐不是那什么吗？那个男人是哪个作战队的？对，现在紫禁城啊，来紫禁城了呀。那次好了，那 boss 啊，这都是板上钉钉的，就这点事儿啊。但是这 PK 你要说跟这种超豪门一打，要不细节的话，我想说真不行啊，你必须得细节得烂满。你这一把他三位宝宝大金顶给女儿村，你这个宝宝要没控伤的话，其实也挺难受。不过我要给他炸死也还行吧。他没你呗，好，两层火血了，他第一手就叠的人心，直接点杀了。他几级幺六三呀？八级幺六三，那也死定了。他只要点，对面还有山恶，还有法系呢，必死的。法系躲避，躲不了，躲不了，必死。一手没神。化生人诅咒之声那个男人地府的大金宝宝顶我男神木小叶摇的虚弥点的秒，然后那个挂的幸运达的啊，然后那个你这宝宝顶血给化生，你物理的宝宝。哎呦，就我老每次叫你、哎、说太慢了，我老是卡你这门脉，我就说你叫吃萝卜，我就吃萝卜顺口。行，一万一千七，不能出金甲，两千三，三千三，四千二，好，哎。倒了是没倒，倒了呀，倒了我打开看到他站着呢，让他那什么吧，神佑了吧，行，起法王也行，现在等于差一手碎甲对吧，化生人舍男神木，然后神木人直接那个上古元反，神木人的宝宝打击顶化生，然后那个狮子的宝宝打击顶化生，地府人直接也上，地府人可以开一把眼吧，地府宝宝听自己啊，好，我先给他扔个碎甲去。下回不能起了啊！啊、嗯，对，下回可能会三号位宝宝拉女儿活女儿。下一手我跟你说，他化身活不活得出来非常关键。下一把咱们亲速起这个卧浪。然后这边那个化成火血，他另外一只千速给女神木顶大金，听见了吗？一手够吗？不够，就是不够。不够是吧？不够的话，你千速顶女神木化成火血的，然后那个那什么吧，那个李哥你宝宝拉吧，剩下顶血，血雨砸三号宝宝，地府黑人无魂给医生，赶紧操作，血雨砸三号宝宝。这把一定要钱，一手大金你是够的。好 ，OK， 女儿没活出来。来吧，来疯子一样的暴毙吧。
好慢，这硬劲儿。还没加金刚对不对？头好都飞到几号宝宝了啊？一号宝宝对咱。一五。化生四，你给我来一个群喜，然后李哥的千速直接顶队长，队长自己顶血，再飞机点一，然后地府的话人直接那个再扔一个那个法宝给他的队长，李哥的话可以出虚了啊。哎，李哥的话，你要不你甭出虚，你留宝宝，你打一个那个别特技可以吗？李哥，你快点回答我，我等不了你啊。李哥，你干什么了？丢武魂了啊！你丢武魂了的话，那这把我打特技，我来留云。中跳舞没跳？人心他已经达到五层了，又出了一个高速，然后状态给驱散了。三号宝宝是高速配速啊！你说咱要不要赌命再把血雨三砸了呢？居民能带走五，拉起大堂，拉起女儿，那就是开封了。宁志加刘云，他没马，化生跟他拼速度吗？这把地府人，你直接给我开无间地狱，化生不拼速度，化生舍女神木，然后你自己顶血，人直接飞跌，然后你血雨砸到对面的女儿村，我血雨砸到大堂官府，听见了没有 ？OK， 可以。天赋你化生也行啊。对，天赋可以顶化生，顶队长也行。让他听，应该比他快。不，应该好像没有他快，因为开场是他快，现在等于背着包刘云凝滞，咱小叶没了，所以说一定是他快。如果是刘云加先发，他就没有咱们快了。他这把三号位宝宝一定会点拉女儿村，活血女儿村。土陀，你飞机一定要把三号宝宝飞掉，五号宝宝必让你飞掉。化身活血，活血点了三号飞的，三号是千速啊。点三飞证明不够细节啊！行，五号能飞着就行了。高速单位是吧？永远不用点的。我靠，五号神了，那就比较难受。神！刚才你还没神过呢，第一圈死。我靠，没办法，他妈五号要不神，没准你就活下来了。那这就特别的难受啊！地府出一个耐瞬击，化生人舍地府，然后失落的宝宝大金顶给大金。大金顶给女神木，女神木的宝宝直接女神木也出宝宝了，女神木的话出一个孩子吧，啊别出孩子，出虚女神木，我也出虚去了。这把涛哥你的宝宝一定要把三号宝宝带走，三号你给我下。好，大堂没起来，女儿没起来，哎呦可能起来一个。我出来，你看。欢迎兄弟们啊，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啊，直播间点点赞。超级法力，再超级也没有用。不破法防，他第七回合开的封是吧？嗯，第六回合开的啊，六回合。死亡不用说，也是等我先看他拉没拉女儿。拉女儿肯定女儿要出宝宝，那他这把女儿村没有咱们的化生快，他女儿会封咱们的地府。也就是说，这把化生人，你直接那我先看我够不够血雨啊？我不够血雨，化生人你直接那个女快是不是？女人给我顶大金，化生人给女儿蹲扔无魂。死亡直接挂了，居民点大堂秒，赶紧操作。立 PK P 一，失落宝宝不用说也是顶血给化生了。如果他这把活的是大堂，全处女化生四 PK 直接结束。金石来了，有可能要杀化生了。好，顶针必中。好，顶针必中。你砸大堂血亏呀你！我肯定不能砸大堂。如果要知道他是打针，这把说白了化生我就不会是选择扔法宝了。哦，还行。化生他出的宝宝，那下一把还能再死亡挂大堂。如果地府死了，只能化生了。如果他不死，化生直接舍的。善罢。有人注意一号宝贝什么东西吗？怒火的。合击神药。完了，他可能要死亡挂。林国成，你这个宝宝有没有那个对面地府快啊？应该没有，没有的话，要不你这么着吧，神木林直接你来一个小单法，拍这个大堂，我七星三叠大堂，化生拉起地府死亡挂大堂啊，然后那个你这个宝宝直接给地府吃一个五龙力劈再劈一，听见了吗 ？OK 可以。居民就啊，不用琴音，我跟你说，你起个伞都行，他就剩两百血。行，刚才秒了一个九百多，对不对？对，三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顶针必中，高中的包。拍到一号宝宝吧，琴音。
看他会不会小网卡挂啊。没卡挂上个塔，那地府你得野灵宝了。嗯，来宝飞一，来走吧宝贝儿，走。全都是那什么的。三号也先走，三号引弓，地府野灵宝啊。好。然后那个士多尼宝宝再给地府吃一五楼，听见了吗？好的，好的。啊。然后化生的话，你人直接那个舍一下子你自己。李哥的话出一个工地厅，地府炎灵宝，再给他吃五龙。然后力劈的话，直接给我劈他对面的，龙三。化生，我给你补过流云吗？补过，补过，打过了，打过了。好好，一二三，这把我要跟他搏运气了啊！地厅走起来呀、啊！对，地厅得走起来了。其实这把呀，这个力劈点地府人拉一手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把还得看他点哪儿秒，有可能会秒飞一个地厅，也有可能。地府报警。三九八。我靠，他没秒。嗯。他地府够罗。够罗。你出地连你就防他躲，不然的话一点威力没有。那就直接万一他我自己拉怎么办呀？行，你自己拉，直接飞踢，然后不管地府了。化生的话，你人直接化生，你人直接打笛子吧，要不打笛子给我这个法的，我自己打笛子我法的。然后李哥的话，你打笛子给公的，全点龙三哈，听见了吗？全给我点龙三哈啊！这把他罗就罗了，打错了，打错呀。你得给我法子，让我法子先出手把龙三吓死，法子才是清楚的利器。对，因为我这只要出手，是不是我就直接能把他吓死？但是我这一个笛子，如果他死不了，他要法爆一下，这公子可能直接都没了。金身，行，就看你的了。一，二。行，一个敌都不够啊，也没爆。你让他笑他都行，你的威力都够了，只是基本上白给。哎呀，万一他不罗也白给啊！你俩加特笛子了，跟你说的加快的，你俩非要加慢的。不是我这个化生打法的呀，他可能不知道哪个是吧？那这把的话，直接舍一手男神木，然后死亡挂他龙三，我切血直接砸他。然后这把普陀的话，你直接飞机就点他飞吧。然后地府的话，你会毒死吗？毒死行行行，就这么着吧。李哥，你再出宝宝吧，出一个什么瞬击之类的。主要你的瞬击也扛不住，这把应该让你出坤。四号比我还快，好，坤蒙可以啊，但是他顶了一手血。这把希望普陀你飞一个暴毙啊！暴毙的话能把他这个四号给他爆死，这是避雷针。啊，对面太瘦了，那飞进去没办法，这是全梦幻第一硬件。嗯，这个时候就显得什么呀？没有连环击，真难受。对，他四号位宝宝会拉他对面的女儿村活女儿，由于四号比咱们的神不快，所以说这把得出虚弥控制的。也就是说，你起不来了。这把的话，你宝宝顶血就行了。化生人舍女神木，女神木的话，你给我来一个血雨砸女儿尸体，血雨砸女儿尸体。你让我出个高速的怎么说？鲲鹏拉，鲲鹏拉，鲲鹏拉，我出个高速的，鲲鹏拉我这个，下把罗还没了，他选择开着死亡，用慢冲拉的，我靠，高级突袭没办法，又神了，这把神又救他大命，好。又出一新的马，新马的话，那这把那个化生已经没有敌的了呀。那个我瞧瞧啊，我这边够血雨，死亡直接挂他的女儿村。化生的话，人直接我不知道你俩谁快，你踢壶地府去吧，好吧？踢壶地府去。然后李哥的话，他一定要换虚弥，李哥一定要换虚弥。地听就点大唐号，嗯，点大唐号，完了。行，没事。看他四号宝宝，四号应该是啊、哦，他选择卡武龙了。地雷针没有办法，这手须弥是控大唐使的。
物。我不知道你出这只，早知道我都不拉你，别急了，知道吗？嗯。解脱，并没打不动。跟他们打的话，白给。换宝宝吧。但是这只宝宝的话，我跟你说，带后手，它打残的时候是相当有用的东西。嗯。被毒死的时候，提前说这把应该会被毒死。暴毒死。行了。须弥需要点一号宝贝秒。死亡还得挂大堂。我靠，挂不了了，我难受。那这把的话，你自己拉，然后你直接飞机地府的话，行，你出吧，瞬击工地厅。化成人，你直接给我来一个舍一手，你给我来一个舍一手女神木，血雨砸女人村尸体，自己拉飞机点一号宝飞，须弥点一号宝秒，听见了吗？我这显示女神村站着呢，没站着，砸尸体。嗯，啊，死了死了死了。我这么残血我都不舍我。咦，我马神了。行，马神了，他这四号也带马，马没了，没有你怪了。嗯，那地府你已经神了好多手了，我觉得这把你够呛神得住了，神不住了。嗯，奇迹般的神佑，奇迹般的神佑，而且你身上还带着毒呢，主要一号神的我难受啊。风卷残云就代表不会法连，那没吧，没办法。这一号神的。拿下了这么多伤害，那这把没命就得了，化生人直接舍你自己去，你自己顶血接着飞机。神木林的话扔一个乌魂给他对面的，哎，神木林打笛子，直接怼化生，对，打笛子，这把化生都应该打笛子，怎么办呀？打都打笛子吧，那就打笛子，然后队长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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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打笛子，我们已经飞了，已经飞了，行，那化生打行吗？化生也输了，这把应该双笛出手，他化生必死，他没东西了，哎呀，一个笛子血亏。他们不爱说话，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好，嗯，我来，这些挂一定要给，要不然老等着。行吧，飞就飞吧。这二号我认得啊，这只宝宝是避雷针。来吧，用两个敌的花生直接没了。一下互动，互动互动，两下，生死诀，爆走。什么？没事，我还有我一力劈，我劈完了下一把还有血雨加须弥，这下贴不贴很关键，贴了。须弥空一下，我靠！他又起了一个大堂，大堂能开封吧？他出宝宝。那这一把的话，直接化生死，你给我出你最暴力的须弥，普陀你自己顶血飞机，血雨砸在对面的队长。嗯，出个瞬击怎么样？须弥，我就要你出最暴力的须弥。飞机能带走这个，我就赌你这什么了。他这把女人村，我跟你说，他女人村还有可能要解他的死亡，或者是顶大金。打死他了，可以。求你一手不伸，一手不伸。他神过了，前期啊，他前期神过了。啊，对，前期神过了，六回合死亡，他也够劲儿。谁难受谁知道，一刀砍不飞，耐力劈直走用。谁难受谁知道，下去。地府倒地了，被阎灵宝。这宝宝质量太高，你知道吗？嗯。宇哥，瞬击还没出过对吧？地厅给他骂起来呀。嗯，这一把的话，直接李哥没有地厅了。李哥没有地厅，他要出地厅，地厅就会直接被带走。也就是说，化生这把人，你直接给我来一个，活血这个队长，然后你再顶血，直接飞机。李哥的话，直接出瞬击，听见了吗？我有地厅啊。哦，你哪个地厅啊？法的是吧？法出不来，出不来。出不来，千万别出啊！出瞬击一秒，对，就出瞬击。哎，你自己力劈拉，你换一只不行吗？我不拉，我不行，我这只没有用，打他们没有用，我这是三轮车。啊！这只宝宝神的我头疼。一个宝宝太关键了，神的。又见了。能扛住剑吗？能扛住，能扛住。行，有这把飞机也行。我靠，他加的是蓝。怎么老喜欢点千速飞呢？不过都能飞得着。我已经没药，没药了。行。这把化生的须弥，我给你抱拳，好，他没起来。哎，没死掉，没死。
化成虚拟准备拉我起来啊，化成虚拟拉我起来。然后李哥的话，你直接出一个，你直接出谛听就出谛听吧。然后那个化成的话，你把他，你有多少伤啊你？蛇你行不行？蛇队长，我先飞啊，你飞机。虚弥把我拉起来啊！他龙三包出宝宝这把，你放心。侵蚀要点队长。哎，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刚才说的没有药了，是代表什么药都没有了，还是什么？还有两个九转。李大郎怪，下下可以。他地府慢。防御了。别防御啊！冰川强出化身，他也受不了了，还来，还来！妈的，把我吓出来了 ！OK， 能破血，还破血，直接能破血，能破血！来，化身打笛子，神木林打笛子，我没笛子啊！你没笛子，那就化身直接打笛子，然后林伯成你破血吧，我出手了，然后那个神木林你可以把死亡开了就行，然后那个谁的宝宝能拉起地府出个东西？嗯，他已经结束了，拉了啊，他已经结束了，来，这回哥必须带走。OK， 行不行？一把三十四，紫禁城那个男人刚加盟，他说，刚加盟，你先得破你兄弟这关，对不对？是不是很过瘾的？他就没体验感，没点关注，点关注，兄弟们啊！先得破你兄弟这关。那说不让他就不让他，是不是？那个男人刚加盟来，哎呀。